17日，黄秋生、李克勤、钟嘉欣、李思齐等人出席香港舞台剧颁奖典礼。担当颁奖嘉宾的黄秋生笑言，自己近来几乎成了专职的颁奖人。问及刚签下与死敌杜汶泽同一间公司合作时会否尴尬，黄秋生就当场直接断言不会合作。咁如果系同阿泽合作会尴尬咯？阿泽都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合作。应该咁讲。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谁说？你说？你想？将会与秋生哥合作颁奖的钟嘉欣表示有些紧张。而对于近几日娱乐圈的大事件，包括有传程代恋因苟云慧而分手，和香港亮声女新人陈心怡不幸车祸离世的消息，同时认识两个事件主角的钟嘉欣也是一番无奈。我记得最后一次我见到他就是在 IFPI 的颁奖礼里面，我跟他有聊天，聊得很开心。我真的相信不到他今天就不在了。我到现在其实都相信不到。我觉得没可能吧，没可能九姑娘会这样。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。